看这家伙紧张的。大家好。哎呦！赶紧吃饱一点，吃饱了一点，你一会儿还要哭呢。他今天一整天就负责哭了。哇，我感觉来了，摩托艇我们来了。现在先去把救生衣穿上。潜水不行，我不怕，摩托艇我还不行。不是吗？你俩挨一块啊？我要骑上我的小摩托。这老公还能要不？不能要，还扔海里去。可以的，脑子洗一洗就好了。不敢坐前面，也不敢坐后面，万一掉下去就不好。我坐在中间抱住他吗？这一回全是女生上。不傻，我在前面，我抱你吧。我害怕，我害怕，前面会呲一脸血、啊。那个先从我抱住金果。咱们在这站着没事，很安全的。妈妈回来了，准备好下海捞我。要是害怕的话，就抓住旁边人牵牵手。真别说，被这海水溅了一脸，还挺疼的。爸爸回来了，看尤里这还意犹未尽的。坐第一排什么感觉？哦，全程就是喝水。你老公玩这个厉害了，还跳起来呢。哦哟，可厉害了！你不要怕碰到水里去了。来，再体会下一个项目——摩托艇。摩托艇。尤里要准备开始了。哎呦哎呦，怎么感觉教练在抱着他呢？我爸爸开到老远老远地方去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好了，等妈妈了。教练他瘦，你不要把他甩出去了。你要不要一下？害怕是不是？我说你太慢了，你那个嘴全程就没有闭开。我有点害怕。建哥，你玩了没有？玩了呀。那咋看你都在这待着呢？他不让我开。为啥？嫌我超重。前往下一个项目翻船，你们好玩吗？好玩。甜甜好玩吗？好玩个屁。哎，今天最可怜的应该就是我们建哥了，潜水不能潜，摩托艇也不让他开，还不能戴眼镜，啥也看不见。可以尝尝海水什么味道啊？咸的吗？你肯定没喝，甜的。咸的。甜的。我带你尝尝就走。哎呀，总算有个你玩的了。你知道为啥吧？因为这个上面有个遮的，遮风挡雨。我们想说都把孩子带到这个快艇上去转一转。强哥现在去问了，看能不能赶上快艇。甜甜穿上。走了，咱们坐船吧。妈，这太大了。不大。总算有一个他能玩的了。这个叫做救生衣，就是只要你下海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给穿上，知道吗？嗯。上船了。玩一个小，我坐好，船老大得保护好我们啊！你看这家伙紧张的，得不得？我先干好。哎呦！下一个。宝贝，你是不是晕船了？没有啊。